拿撒勒天使抱起教堂，经历了多次的摧毁及重建，仅剩下一个一世纪的洞穴遗迹。洞穴的祭坛后面据说就是玛利亚的住宅，是天使向童女玛利亚抱起的地方。教堂的上层敞阔壮观，有强烈的罗马天主教现代风格。一尊貌似观音菩萨的圣母雕像，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创作的玛利亚画像，各地人都用自己的文化来解读圣经。